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哲，欢迎光临我的视频。今天我跟我的朋友苏苏还有小球来到了西门町，这里吃日本料理，跟着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西门町美观园1946年创业至今已经有76个年头，当时美观园号称台北 CP 值最高、最价廉物美的日式料理店，事过境迁，传承几手之后，现在已经今非昔比，老味道早已失传。如今西门町的土地如同天价，成本哄抬价格，旧时代价廉物美的口号也悄悄地在市场上被晋升。我今天点的是豪华版天丼，鲜虾、鱼肉、九孔、果粉油炸，铺在白饭上。日式天妇罗的粉浆是用冰水调出来的，面衣香酥薄脆，萝卜泥沾酱清爽，各式食材新鲜甜美，吃起来非常顺口。那你们还有个蛤蜊汤等于？蛤蜊汤已经来了。谢谢。它的味噌汤蛮好喝的。对，味噌汤我喜欢。它是副的，你放在我这边。
美观园品牌依旧迷人，接棒的第二代、第三代在台北开了数家分店，都叫做美观园，但是味道、价格不尽然相同。看得出来，几家新老板们并没有为利益翻脸，各自经营不同的美观园，大家和平共处。有，刚没有要去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